个百乐城。对，我先想一下，相信百乐城。有点后悔，我说要跟国文课，然后毕业反应很紧张，然后一时间反应过来。哎呦，我觉得这个是两种极端风格的对战。我们有的是乖乖牌，或是不按牌理出牌，有的是 frame 还有国心。就是我们是在排队的。